打倒腐败，打倒贪官，打倒狗官，打倒吉林省高法副院长刘桂芬，声援一代天骄空军飞行员翟长虹。百度搜索翟长虹，翟志刚的翟，长春的长，鸿门宴的鸿。上网看震惊世界特大新闻视频，请公民转发。政府作恶包庇杀人犯罪39年，请公民声援正义，大量的不断的转载转发，广而告之，人人皆知，公之于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万传亿。我是1981年23期空军飞行员翟长虹，我比杨利伟早2届，比翟志刚早4届。我们112个飞行学员，才飞出5个飞行员。我是这5个里飞的最好的，你坐我驾驶的飞机，落地都没有任何的感觉。现在不转业，军衔已经是大校正师、特级飞员了。再往上升，就是少将夫君，一个未来的将军，让这些老虎苍蝇们给祸害没了。吉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把我弟弟杀了，1978年的人命案打到现在。78年的省长省委书记大老虎王恩茂保庇，王恩茂是开国元老，老红军359旅的中将。他说了一句话：我们省委不同意承担责任。省委、省政府、政法委、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6家，50多个狗官卷进来造假，拍他的马屁，包庇犯罪。我把我一生的飞行事业放弃了，回来挑战这些狗官。我挑战成功，我把案子给破了。3个杀人犯认罪笔录和这个大老虎王恩茂包庇犯罪笔录全部智取到手，都在网上，全世界都在声援。可是政府无法无天，滥用人民的权利，包庇犯罪39年，请公民声援正义，大量的不断的转载转发，让更多人民看到真相。我的微信翟长虹，前3个小写字母 ZCH334497， 上网看，加我的微信，让更多人民看到真相。感谢公民对正义的支持。